剩下最后一箱，鲨鱼剩下最后一箱，大声鲨鱼的动作要快，对手开始休息。200，哎，200，你找我200而已啊。大哥拍谁？200块，还有谁呀？200块，来吧，200块，刷一样，过期，全青肉没有刺的，全青肉没有刺的，一根刺都没有。如果吃到有刺，你可以回来渔港找我，我躺在地板上，随便你摸，我不会叫，都进城吧，都摸起来。哇塞，干什么？没干你妹妹，来等我一下。又带一个客人吃鱼，有没有客人要吃鱼1000块的？来，我一个，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鱼吗？我要拿在上面一样吧。老某人怎样？全渔港今天只有4条，都在我的桌上。它叫做海凤梨，海翁来，哪个家煮姜汁当清蒸，1斤720，这一条就要花你700多块，有喜欢1000块。我直接再送你一条酒酪，人讲吃酒酪做人袂高酪，1000块。再送你一条红珍珠，拢红的，1000块。有喜欢的话，你讲黄鱼这一条再送给你，阿你来1000块，全部都新鲜的。大妹妹，海鲈再请你吃一只，1000块。这一堆绝对超过了，2条深海鱿鱼，1000块给你，再送你一只小鱼，阿你来，1000块就好，阿你又来，大妹妹，章鱼。再优惠给你1000块，再送你2包 RO 纯水冰块，1000块，还六来，这一堆买到赚到，知道没有？1000块来一次，1000块来两次，1000块来2次半，1000块来。你讲啥？我当一下。你头壳敢那想到问题？较济安尼。我当一下，我无来冰块，我来，我无来，还六来啊！我你讲价钱拢超贵啊，好良心的。一条鱼要多少钱？7块还7包？前面老板要。这堆几块钱几百块，一条不用100块，一条不用100块。来，卖偌济问题？来，我你讲，这一组叫做白带鱼，我有奖征答一下，答对了我请他吃鱼哦。买白带鱼哦，尤其是这种切好的白带鱼，请问要注意到哪一个部位不要买？肚子，哎，答对，然后你到家里来。这人会上，这人会上给我。来，早上回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有半刀康的白带鱼不要买，为什么？因为肉只有一半，而且肚子会苦苦操一歪，都是刺。这一组全肉，楼上啊，一片切2片，2片切4片，3片切6片。香煎白带鱼350块，卖我才3个，五大鱼平均300个，直接再送一片。再请一遍，300块，又问一遍，300块，这一遍再给你，阿丽娜，300个了，一个鱼，两倍了，300块，来不？300块来，300块来了，300块来了，对吧？300块了，不然不讲，不然不卖，不然卖不了，地大呢，不是皮大呢，够可怜的，爱吃你就来，阿丽娜，300个了，可不了呀，包位，包位，来300，你让我大刘去做，不要可怜，来300个，300个。一样的三百块这一组啊，两百大鱼啊，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你帮我包一份就好，帮我包一份，帮我包8片。这一组啊，叫做多利鱼。没关系，我会等你的。这个多利鱼啊，1岁到100岁都可以吃哦。买回去清蒸、干煎、煮汤、海鲜面、海鲜粥，哪一样？请问，为什么多利鱼1岁到100岁都可以吃？没有刺，没有刺，又是你，来答对，没关系，这边送你。完全没刺没骨头，如果吃到有刺怎么办？一样回来渔港找我，我躺在地板上随便你摸，我不会叫，看到没？人家全年挺好，家乐福只给他开半里空，两年开你也是，三年开三啦，
爱吃多利鱼朋友，300块，直接再送一片，300块要买的没有吃哦，妈妈没有牙齿也可以吃，再送一片，300块是啊，大姨这边再给你了，300块，还有来，不浪费吗？多利鱼来300块，300块，300块，不浪费吗？300块来煮，300块来煮，300块来煮，300块一来，前面的包过去，来多利鱼300块，300块啊。一样来一片来两片来三片来四片来，我那个，来一样来五片来六片来300块，还有谁呀？300块，我来没讲，我来不聊，不聊，不聊，不要紧。哇，才见小妹，你干你妹妹，你干家姐，你干你妹，来，虾子，我们家的白虾哦，有品牌的，什么品牌？海王山茶企，玛莎拉蒂的哥哥玛莎拉蒂生产制造，记住哎呀，大盒的。联合带虾过磅900公克，单独把白虾拿起来过磅850公克，合标700公克。为什么合标700公克？因为做生意专用的特殊规格，用700公克规格做贩售，实重850克。来，都漂亮的，按墙，这一组虾子都很漂亮，欢迎哥，不会太小只，也不会太大只，很漂亮，实重850克，合标700公克。品牌玛莎拉蒂的白虾，请问一盒里面有几只？88只。来答对。答对。为什么不是你？来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来，一盒里面哈，35到40只，你才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都算。看到没？人家连走大卖场都有在卖，标准生意专用的，一盒要花多少钱？要花你560块。你那你花加？麦克连锁卖大卖场有在卖，一盒560，两盒1120块，一盒1斤5两850克，1000块就好，直接再送一盒，1000块，要吃白虾再加一盒来，1000块就好。哎，1000块，哎不，安尼我知影，恁家冰箱上细卡，恁家人上少，恁家问题有够多，恁家冰箱干袂咧？中原普渡，你家冰箱放不下，两盒来，500块就好。两个，有水的声音，它是很老的，早上回来的，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我给你们一个提示，里面不是鱼，不是虾蟹壳贝类。靠 Q 来答对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哦，我才举手要讲而已。不要举手了，这里不是学校。漂亮的，很老的靠 Q。来，请你吃两只了，两只不够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有一就有二。无三不成礼，来，这三只快要1斤重，你要怎样？很老的套丢，还有多少？剩下一箱，我先把冰块捞起来，我慢慢悠待。而且哦，你要怎样？我在卖这个有水有冰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用捞的，用捞绝对都是冰块。看到没？套丢。你不要看它长得难看哦，它这个皮是脱刺流网回来的，所以受伤，不用杀，洗干净直接用烫的，直接沾瓦沙饼来吃。看到没？1斤680块，这里超过1斤重，起码要花700块。其他哪边在套丢？卖光700块，600块都不用。有喜欢，我挖好了再抓给你。500块，有喜欢这一堆再送给你。500块，阿丽娜。500块，
包过去了，500块。有谁要？还有谁要？500块。套丢，很难忘的，这是早上渔船回来的，你不要因为他脱皮你就嫌弃他，每一只都是完整的，脱赤流网回来的。哎呀，500块。那个小姐姐哈，会放，一样的500块，给你了吗？买500块，啊，500块，500块，500块，漂亮的，跟你一样漂亮，啊，都给你漂亮的，再怎么漂亮也没有你漂亮，500块，还有谁呀？买500块，500块，没吧？快要没有了，快要丢500块，很难忘的，我喜欢你就要赶快买了，一个礼拜只卖一次这个，啊，平日你买不到，还有谁呀？我爸过来顾，我爸过来的顾，我爸过来的顾吧。500块，500块，这边不能要。左边，左边有没有来？还有谁？捞不起来了，待会处理一下。太冰了，太冰了。来，零钱准备好，零钱准备好，要来优待一下。哪个家？来给我，这一组。叫做必须天地为鱼塘，怎么卖？不要走，我还没讲完。你们三个要走去哪里？尾鱼塘后面有在卖，随便抓一把，割一个牛奶瓶，要花60块，要60、50、40、30、20，不用。尾鱼塘一份10块钱就好，来，10块钱，10块钱嘞。来，尾鱼塘10块，10块，10块钱的。来，尾鱼塘10块钱，10块钱了。来，我遇到10块，10块。